就是机场的附近就是被中山路隔开哈，中安路，所以中安路哈。那我是这么在想这件事情，就是红毛港好像就这么消失了，那有什么记忆可被留下来哈？刚刚在谈到记忆这件事情，我不太可能在整个所以把那边整个复制过来。那我们是去搭一些场景，像这个廊道过来，这个生态池这些，就用一些像小扇板。那这些是大鱼，旁边有这些座椅。其实我希望这是一个场景，就是我最期望就是红毛港的阿公姐姐家干孙，一个红毛港的故事，就是这么一个聚落消失了，但这个场景提供一个舞台，让他们可以谈论。阿公阿公，以前那个是这老姑石，还要做这大鱼。然后，这个洗手台旁边就有这些青蛙啦，或者是这些红豆鱼这些，这个很谢谢。不太有什么设施，这个学校扮演的角色就更重要。它要有一个社区的活动中心、游泳池哈，能够。这个社区没有的，希望在这个学校里边都给他。这是我就说每个学校啊，我做这么久以来，我发现到说，学校在都市里头位阶可能只是一所学校，在一偏远 high B 还是山顶，它就不只是一个学校了，它可能是一个运动场，可能是个公园，这当然也很普遍，大家也运动，但它有可能是一个文化中心。它可能是个美术馆、博物馆，我觉得它好像可以承载好多好多的期待在那里头，所以这是它的入口进去的一个校园。那进去的这个校园里边我们尽量去给它的绿化啊，然后。处处有很多这些空间成为一个交流的一个场所。那这个地方也是就是那个图书中，下面一二楼是图书中心，三楼是视听中心。诚如像刚陈校长讲的，这种的一二楼的图书中心，我们都会有一次梯。美丽的老师喜欢旋转梯，其他老师各有不一样的风情。我都希望说学校的图书中心如果能够像成品那么好的话，孩子就很喜欢进到那里。那太多了，因为爷爷讲要20000块嘛，那一座嘛，所以就是说没啦，他获得爷爷奖，而且获得全国那个学校建筑之光奖，到政大去做一个发表，而且在1998年也获得了，因为这个校舍唯一的一所国中获得全国环境保护有功特优的学校。那么在这个学校当中，其实我跟建筑师当初我常常在强调一句话，那个茶叶蛋茶叶蛋没有破裂，它不会入味。高山的流水，刚刚一直我听到建筑师在讲台江内，我就想到它没有一些石子在那边做阻碍的时候，它不会漂亮，它不会激发出漂亮的这些水花出来。那么在凤林国中的那4年，其实我说非常感谢上苍很顺利，几乎有将近有50个标案，我都非常顺利。人少，那个学校只有12个班。那我要强调的就是，刚刚其实在配置，从开始打地基开始，它就不顺利了。好，第一次在那边挖工地的时候，第六遍打电话的话，好丢，你这么虚来？为什么？因为包商他一定要赚钱，他的下包嘛。他说你去保家的球啊球啊，那个树当初那些杂草那些杂树啊。那必须清除掉的时候，他半夜他干嘛？就是在现在的这个活动中心，他挖一个大洞，然后奇怪，人家说半夜10点都怎么，凤林国中新校区都还在挖那个洞，然后来结果我们去看，真的，他就把那些椰子树啦、那些杂树，就想要埋在那个校区里面。那个建商他就很，其实人拢做主事啦，一第一期的也想讲，反正我这期我管了你要起啥对无，我来微微的一块废弃物，我摆地下就好啊。所以在我的字典里面是没有脏跟乱，那既然有那个乱象以后，我当然10点多
去跟里长他们讲，当然那个事情也都很顺利的处理掉，真的很感谢上他三年半的时间，而且获得很多的奖项。我自己去经营那个学校的时候，我去的时候是三百一十几个学生，我离开的时候就410几个，好多了100个学生。因为他虽然距离现在小港国中，我也发现我现在到小港国中去经营，我就发现我有罪恶感，因为我距离小港国中第一年有导师啊，董阿公好对吗，课后里咋没了，我发现我都去一个学校在整顿，全国大概没有说运动衣服扎进去的哦，只有我这个王校长像神经病一样，到了今年第七年满校长，我说我会坚持到我退休为止。其实这个就刚刚讲到的一个价值，我们给孩子的是一个价值观，假的筹备主任，结果我那个丑是忧愁的丑，他背是很背的背，只好就没有去，后来才理解到凤林国中去经营。那么到小港的国中来，我发现我第一年去的时候，我也发现到跟这个建筑的意象跟那文化会一样，因为修干枯嘛是挖害啊。所以我会讲到的就是说，上个月的哈佛商业杂志他讲到，其实我们都在动荡中定策略。我刚刚讲的他这一期的是影响力，刚刚讲其实我今天蛮压抑，我会想说今天会不会是我今天跟刘慧贤刘建筑师来，好像就应该三三两两就三个人跟我们对话而已，我想到吓一跳，他说怎么那么多人，所以可见我们刘慧贤建筑师他的魅力。那么我刚刚也看到了有这几所学校，刚刚大家讲到几所学校，真的我会发现每一位校长，尤其原来的高雄县是现在合并了，连高雄县的一些校长我发现他们都蛮投入的，哎，行不行？赶快写，就是把学生请，不是请啊，我就吼了，我就不太像校长了。一直包括我去小港补中的第一件事情，巡导，我发现巡导过后我太温柔了，人家都不理我。我进去，我发现现在三年后的小港补中，应该目前的小港补中是全国，我肯定要拍胸脯，全国唯一在教室里面学生不敢睡觉的学校。你现在到各国中去看，那个老师说，因为什么？我跟教授，是全国唯一。学校教师会说没有教师会的代表，我觉得很奇怪，可能好像看阿爸靠关联了。因为我们学校的教授，我说你这次校务座长，我说你抽签也要抽出来啊，照牌要排出来啊，要不然那两个教师会理事长都在找我说，因为我喜欢阿爸，所以不能参。我不是，我还是很民主，希望他们能参与。因为我一直认为，如果老师你的教师专业教到学生在睡觉，我是不能认同的。大家同不同意我讲这句话？你今天的专业教到学生睡觉。所以我到今天那一天，我们在编导委员会有一个老师，结果那个老师中计了，现在都没有人要当导师，有没有？哦，导师你得帮我。结果那个老师说：“校长，你帮我换掉。”我说：“要当导师啊。”他，随手我就看，我都给我一个。哎，今天我是主席啊、哦，看到那个老师立章，哎，那个老师，你跟会议无关的人也是不是要离开？我就故意要走了。啊，你主席力有那么大？